我还是觉得推让推的有点远呢，我觉得拱门要卡，而且拱门要卡一下哎。那拱门没卡，好像有点亏。我觉得最难推的这一段反而是拱门那一段呢。如果拱门，我们如果假如 A 点顺利推进去，拱门那段是我们会卡最久的一段。而且我们 A 段还不一定这么容易顺利推进去。 拱门，我觉得四个人还是要卡，对啊，四个人还是要卡那拱门啊，因为夜魔很快就到了，我觉得还是要卡，不卡、啊，我们虽然我们时间比较多，还是偏危险，就别说我们 A 点不知道能不能秒进，那么拱门就可以守，没有四个人，四个人就可以守了，我在就好了，夜魔很快就到了，他在那个二段的那个点了。 但这边就比较亏了，那拱门没守，拱门只要猪卡着就好了，然后输出电子稍微射一下，不要让它这么好出来，基本上应该不会死。猪卡那转角最麻烦就是，你可以卡那转角，你要进去弄它的时候要花很多力气，就你侧身会给对方的那个输出打，这是最关键的，因为这毕竟是推车图，推车图就是要把车的位置。 还有这个，主要是要卡车的位置，重点。啊，断脖，你退一下。踩点，踩点。 杀！哦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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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杀慢一点，杀慢一点。啊、没杀到，可惜。看这边如果再杀到，会有机会可以那个了。 好险，好险！杀三个了，哦啊，这怎么爆头啊？这个谁？没赢了，好险哦！我那罐子有砸到，我跟锁杰补过那个，我看两个，原始玩的不错。然后我们那个延迟迪莎有做到啊，他们那个补人很慢，他们从三点走过来。 哦，人事玩的不错，玩的不错。
不过不得不说，国王大道小美真的蛮麻烦的。又 K 运吧？没有，感觉是我们这把是原始的凯瑞了。我要被一个韩国原始凯瑞了。他够顶原，那奈米当时给他了。哎，追随，准备又开了一把。我感觉我们辅助玩的不错啊，就是我们伤害是大于对面的，然后我们的补量也是大于对面的。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通常我们伤害如果是比对面高，就整体伤害比对面高啊，那所以我们的那什么，我们的补量应该是小于对面，但是我们补量好像大于对面，哈哈，超级奇怪。超级奇怪，会变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不太可能是长这样啊。这波好丑，不可能！我这么帅，这波不可能是很丑，没有可能。打团，这输出好像有印象哎，这输出是不是那个啊？那把放弃的那一个，还是我上一把的队友？我上一把队友。嗯，让我有印象的敌好就是敌坏啊，差距非常大。嗯，那一把来个什么？安娜好了。
破全胜，你恶路屌虐。啊，那一丢哪里？好，再次。啊，被洗掉。不要不要不要！哇，洗吧。哇，哦 ，GG 两个，还有两个辅助，关键。这我们没辅助了，没有辅助。要看我们的操作了，看操作比拼，真打不太赢，我真打不太赢。哦啊，多两个，哇！哇哦哇哦哇哦，这球！哎呀，打坏了！哇，完了！我也逼到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啊！完蛋，超级尴尬。妈的，射爽了！有在家里狙是怎样？不过他付出代价了，他付出代价了。Hello， 干嘛啦？我跟你讲，我真赌他那一把那枪没中。如果我没跑的话，他一就丢进来了，我还是死。所以真赌他一把了。所以这边是一定要跑的、啊。咪豆子。
喂，你怎么这样就死啊？靠腰。哦，就。太没道理吧，这角色。我就他妈看一秒而已，我就没了。哇，这角色真的是，真是有点过分哎、欸，这样就没了哎、欸。不知道成就怎么解，我不知道哪个成就啊。我其实都没有在意成就，那我不知道是怎么成就，哪个成就？受不了。成就我不知道是哪个成就、啊、你这样讲我还是不知道他成就的那个内容是什么。什么？六秒内以残压塔的分身之术取得四次助攻击杀，六秒内。望みを結実させる力は心に宿る。哎，这个，そして不是超凡入神，那就是四次击杀，你就是一套球啊，疯狂套球，应该是这个意思。他的确拿出了一个控制我们的角色。哇靠！啊，那站的位置怪怪的。残り60秒。学ぶためには100回、理解するためには1000回挑戦するし。あと少しで。
ナイス。哎、欸、啊、哦、我们怎么有闪光啊，我靠，不可能，我他怎么在我后面呢？我操！哦，不得不说，这个西格玛是玩的真的好。虽然我跟他一直北来很久，我跟着西格玛跑哎、欸。刺客和尚，这跟他北来很久哎、欸，好好笑、还有一个前五百输出完阿姨，恭喜！二叔。快速不就随便玩吗？快要有了，八十等就有，要八十级了。刚吃了肯德基六块炸鸡桶，胖阿德。胖哦，要死了，好饱，吃太多了吧？六块，块也太多了吧？我差不多吃个三到四块，差不多。66 Hoshimi Oh my god Hoshimi
还有送一包薯条。我肯德基还是要吃蛋挞，蛋挞涨价了。科学の道に終わりはない。集中よ。周りをよく見て。肯德基薯条现在好像不太好吃，以前好像比较好吃一点。对啊，蛋挞直接给他吃，吃好吃满，吃爽。蛋挞太甜了，吃一个就会腻。妈！现在蛋挞真的很贵哦。哇，熟了！哇，好亏。没水到，
每次买蛋塔都被推销蛋塔巨人号，好想买，买了买了。地堡了。我没有奶我，对啊，阿张怎么没？我这么惨哦，二起来没有？看过没有？枪就活了。太狠了，对我单开大，我奶在很奇葩位置，没错。哦，死神，嗯哼，死神。拜托，奶我一口，大哥！林北在你后面很火，拜托一口奶，好吗？好吗？一吹，不利死。一去就好。お願いします。すべてのルールを守っていたら世界は変わらない。警戒しろ。そなたの気が散っていると生かしておくのも大変だ。
那我怎么锁尖嘞？大哥，我是你。Fuck you！ 为什么不跟我一起打？我在帮他做肉盾，他跑走了。哎，你这样不行啊！楽になりました。他们正在搞，哎呦！跳大！怎么没跳大？突破口へ。好大！想说自己有病了吧？把小弟把砍死。
至于整场追着我。おまと、おまと。最近想玩和尚，来再看要不换。年貢の納め時だよ。懲らしめてやろう。拙者が探します。フォー、スリー、ツー、ワン。攻撃中、接近。目標Aを殺す。優しい雨のように。这个表啊，一直弄我。可能不止一秒，零点一秒吧，我猜。他那个真是零点一秒，一滴血零点一秒。啊，尴尬了。
哎，姐吧。啊！出来，嘿，他们一趴都没站到啊！快点！被一炮轰死，完蛋啦，没给他伤。啊，不要走，不要走直线啊。不要吃走了。
团练拒绝。啊、这边拒绝。これがロンドン？意外と地味だね。お母上が息災だと言われたが、今は橋本組の町を牛耳ってるから、その。ああ、悪いことを聞いた。なら助けてくれる？奇襲に警戒しよう。何か狙ってくるかも。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坦克，我们坦克好像是强点。哎呦，这风暴是怎样？400ping。
戦いが始まる。うん、よろしく。や。レイロードが止まっているぞ。よろしく。危ないところだ。喂好了 DB 团练麻烦不可能我们都进得来啊。我怎么看到了不录、啊、我这边会继续背东西。
没有吧？不如来我们先练啊，反正野熊也要那个吧。备东西，等你们好。现在等不入而已啊，没看到不入。对。哦，看到了。嗯。早安。好可怜啊。嗯？啥？没有。你们想说是十点准时的，结果。我很准时啊，我原本想说，我也很准时啊，游戏打不开。你这个最不准时的，操你妈！你的游戏不准时，我今天就来了，会哦，游戏不准时，游戏不准时，那还是一样不准时啊！人到，人又到了，野熊又迟到，野熊。你比赛的时候，你说我准时啦，但是我游戏没办法开，怎么办？你觉得官方会等你吗？他会等啊，一定会等。屁嘞，会了。野熊六九又给我迟到。没有。周周有要进来吗？等一下哦。啊，不然你先不要进来好了，直接先准备了。好。换个技能。等一下先抽个图吧，你游戏打不开，你至少还有抽图功能。我重开。你先抽图吧。啊、先抽一张。OK， 我去等一下。我们对手很强吗？菜。不会到就普通，我至少我 NG 跟他们打起来是普通。啊，野熊六九。NG 的时候。但是我帮他们打比赛打起来会怎样？我比野熊六九强。好、啊，我。不是啊，龙果，你应该没打到他们啊。NG 啊，我 NG 上次排到黑风啊。黑风？是哦，是就对手的、啊。是他们哦哦，你上次打哦。鬼我不知道哎、欸，人我觉得普通哎、欸。就至少有两个，我印象有那个什么 U。不是啊，我觉得他们。打海选赛的时候只有秀开三台，可能是、哎、我先抽掩护里，我先绕跑了，抽开机。哦腰，掩护里，啊，我真臭呀！掩护里，我上一张抽幼儿园哦，我还重抽一次。嗯，没事啊，英文着陆。啊，我是不敢带爹去嘞。英文着陆，没事。掩护林带给他，可以啊。掩护林，那龙果你带那个吧。嗯，就那个。我要哪个？英文着陆啊、哦！治愈之环，治愈之环。英文着陆是不是？治愈之环啦、啊。有啊，拿了。好冷哦。伊安 ，Hello。迪叔，你要带的，要带。我带打头。你来打头。不露，你要带什么？老人头。哦。哦，好像就我没有。嗯。你就炸他。我要炸。龙果就最稳了，我在那边。乱讲。炸他。嗯。还是我带个那我叫工具箱。嗯，好难哦。啊，比战啦，战战帮。我这样。好冷啊。没有，我一咬爆。那你有你工具箱给我？你有炸他吗？那你有炸他吗？要我炸、啊？不要比战吗？不要吧。好，比战。啊、比战了、啊，比战了、啊，比战了、啊。九九熊迟到。哎、欸，后天又跨年哦，真假？超级过分。啊。图有换吗？也换了，掩护林。那我按德飞了。啊，医药包都没配件哦，确定？没有。手电筒都对，都对。
我差点想按个东西，那算了。直播佳佳。对啊，哎、欸，还是叔叔叔叔快，还是龙果龙果你？我都不。你开好了，我不能开啊。DC 比较那个 ，DC 比较，看要不要看书。哦、好冷哦，好冷哦，真的哦。谁在呢？没有人观战。没有观战哦。嗯，所以刚刚白给才问你。那我看叔叔知道的。嗯，料。有料啦，叔叔一定有料。老公，好可怕、欸，真的会抖啦，讲真的、喔。你是冷到发抖，还是紧张发抖？有没有看都会抖啊、喔？北熊是可以进来了吗？我在十二点。我在，我马上就知道了。哎、欸，我在一点。看到小屋，风机，风机，风机，十二点，我在一点风。11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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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鬼到十二喽。三点也鬼看到我喽。好，那我冲五点。他吐臭你还有啊？那不如你可能要躲好一点，看他。追我？你有鸡吗？臭的，我先修。我可以给你双修吗？啊，不如臭的，你修吧。小屋板先下喽。好。好，没修。这有点没板。我往回。这个没鸡啊。六点双修。我们在六点双修。别跑！他晚上十一点就别跑。好。应该用太已经。我在我在七点旁边。你救人。低速救就。现在在攻。他往慢一点，他往一点，三点。喝水。就一到时间就站不稳，他被他来了，他要来六，我休十一点了，你休，他追我，好，那我去七点，我休九点，那叔叔你去休一点，叔叔九点找你。好妖，他们在。洪水。啊，你慢慢走，你还没受伤。今天如果没有安全的话，要上楼。要喝吗？我讲嘛。喝水救吧。有，我只是想刚刚。刚网络。哎，过去。啊，还是洪水。还是洪水。你还是洪水。还有加那个时间。没了，绿了。我好像有蜘蛛哦，绿了，有吗？追我，在十一点哦。叔叔救。那我喝酒吗？直接救，他就毒了，你再喝酒我就吐了。我倒了。十点的四塔没用。天灾嘛，啊还有上高，攻击天灾，天灾炸我这里，两招嘛，蜘蛛，什么？刚刚好像有蜘蛛，我不太确定哎，因为他有喷我啊，因为我刚才看到左路，他吐两下，他直接去找你们了，我救我救，他急，我觉得没有哎。没有吗？我不确定，因为他吐，先不确定，吐我两下，因为他刚刚就没有跌到东西。先预算有。我喝水哦，我等一下。我在六点。
追我。十一点的时候。没追，没追。然后找干净的水。没追，他去九点。没追，那我先不喝。我这有点尴尬。就是你可以直接。我日永红条修一点吗？修一点，修一点。好。然后你可以直接。我好像会倒哎、欸，对。等下去救。妈。喝水可以直接把黄条清掉。再撑十遍。我在六点。再撑十遍。我说十一点。我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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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死了，死了，没事，爆发，爆发，没事，我这一块，他感觉就那四招了，应该没有。你们两个搞一个就放、啊，哪四招？然后可以喝水，天灾，攻击天灾，然后爆发跟九点，看我九点，我现在看不到，往上走，往小屋了，看到小屋了，好，我去救，我去救，那我。你小心啊！不如你要那个，我再修一点哦。我要、啊，我救啊！你修，我再修七点。你喝降落吧。太想喝哎、欸！我们再修吧。太想喝，我倒了，再一点没有。我好。我倒输那里。我担心你下一次倒就没。你要先走，好。哇叔叔呢？就是被看到了。嗯，我往九点跑。上钩。那我要先修。帅鸡。帅鸡爆。这三爆发疯、哦。被那个。他来九点哦。嗯，我直接去救了。他没追。没有。他在中间。没有，他叔叔你要救叔叔。好，我过去。哎，五点，哎，五点，现在五点，六点还有板。回了，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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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了。叔叔，我跟你救而已哦。好 ，OK。不如你那里去救。OK。我救到，我救到。我累哥。我直接喝一点的水啊。你喝，你喝。嗯。好，你可以喝。不如他知道你位置哦。我知道。我会去挂天灾，挂天灾。好，挂了。炸死一点。找不入。炸死一点。到吗？他知道了。好像知道了。完了，我笑死了。要我救吗？你要救。要你要救。那个不入要倒。哇，你慢慢来，慢慢靠。哎，就开了。好像跑过来，要跑过来。有、欸，他会不会是洪水气场？没有啊，没有洪水气场。还有吗？我有那个，我有讲出。成功。他天灾都炸了，爆了。他应该回去你们那哦。十一点。这边我撑吧。我继续收一点。那你收一点。没追，龙果，你呢？菜鸡一点可能要帮我补。他现在先菜鸡。一点七成。我已经喝了。往一点。七点的水。哎，过去一点了，过去一点。我往下半部带。没追要讲。他还没追我，他在菜鸡，一点菜鸡。一点那还有点围。都没我在修。他穿 N 次。喝水来。喝红水。他往小屋走，往小屋走了。他往十二点那边。那我知道他来找我。你躲得掉吗？哎、欸，没有，回头，他回头。躲，先不要，先往六点靠，先往六点。啊，他寻手那个小屋附近。他在手机，现在先不用那个。那我先喝。我直接喝六点水啊。好。没有，他来六点了。叔叔，你要去那个修。好，我修。他在九点，他在九点现在。哦。他往六点。在六点。我让他看我们。对啊，叔叔你要修。我这塔爆发哦。那可能会打。
会倒，会倒，会倒了。对，拼这一台，后面想压的。爆包。好、哦。没有，没有，天哪！那个没办法，我出去第一，不能放。要不要直接硬一下？这样，好像不行，可以啊。好了，亮的，不可能了。嘿嘿嘿，可以。真这样啊？感觉硬量是最好的。我只能说，因为已经会死的话，就是硬量。真菜、啊！赞到我的、嗯，我都不知道叔叔子在哪。你可以看他的退局啊。还是我因为看两个直播，所以解析比较。你可以看，你可以看退局。但是我静观战。可以啊。这边加加。加加。真的好烦呐！啊。对啊，这一招是什么？刚没看，忘了看。就讲了四招。哪四招、嗯？那个风机、天灾、爆发、盐水。哦，爆发盐水哦，盐、嗯、加一个盐水。又说没记住了。野熊抽图啊，野熊好了没？野熊上吧。要我这边去观战。还没开游戏呀？是打不开的，我想。对啊，他就还目前还打。卡初始化已完成，他进去。重开吧？没有没有，重灌吧，重灌吧。那重灌哦。啊，不然能怎么办？你就是要重练不到了耶。那爸爸也就我陪他们练呢、啊，怎么办？冲冠吧！剩冲突功能了，还是曹操你要上，曹操上好了。嗯，我不是废物吗？乱讲啊！乱讲啊！啊，你不是本团最顶吗？明天是个曹操。讲四个不录。哎、欸、不对、欸，我想到了、欸，曹操是补位的、欸，应该曹操上，曹操上，曹操上。我位置半空好了。我嗯。快。哎呀。喂，这边都去观战没关系。好了，那个先抽图了。啊，真假？高不录人呢、欸？人你。不录要下来啊！等你。不录，打开嘞，靠腰。不录在观战。靠腰嘞，赶滚进去啊！不录下来啊！不录。现在什么情况啊？不是观战吗？没人了，没人了。没有啦，没有观战了，没有观战了，下去了。这几个下去了。战战打开了，用什么？打开了。战战，哎，为什么关的？那好，那好像曹操要先离开了。好渣哦！把人家找进来又赶人家走。对啊，好渣哦！好像曹操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哎、欸，把他赶来赶去的哎、欸。啊，房间我开的啊，我能怎么办？我只能说，呼之则来，挥之即去。没有，还是给我关游戏呢？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不能关，你不能关。啊，当阿超当什么、啊？我开画面给你看，我有买。下面一张，你有买？我有买 DC 加成。哎、欸，哦，好哎、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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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想看、啊，我什么都看不到。没关系，没关系。啊，不录开。开什么？反正不录不会退。不录开，直接加不录那边。OK。对对对对对，直接加不录。直接加不录吗？早说嘛！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啊，这个人下线是不是啊？找不到哎、欸！到了、哦！我不是来打补位的吗？为什么变一直上的？乱讲！你是当初我就说我很忙，我没有，我不可能会一直上啊！这边会很忙吗？那刚刚怎么在忙着 watch 啊？反正就说我反正就不会一直在，还在推车呀？推车啊！在推的呀！推车比较重要啊！你
在炸鱼的呀，人家都没推到三分。好吵强啊！哇，我怎么都还在收集？哇，好强哦，草草！再抽一张，我是再抽一张啊！阿姨，九六九，抽一张吗 ？OK。啊，你人呢？我去，你人也要进去？又开？奇怪。我好像是、那個、我抽一下图。不要再，不要再做老土了。我怎么都那几张啊？怎么饼的、啊？没差了，没差了，抽到什么就什么。哎，好仓库。哎，好仓库、啊。我跟他讲，那布鲁要换爱好仓库啊。嗯，哎呀，仓库。说到技能，奇怪。等一下，这样要重用技能哦！我的妈呀！趁你们重用技能的时候，我先点我的鞋垫。不露，该拿一次冠军了吧？我要带地雷了，我不要带比赞了。惨了，再给我踢！完全不，不露完全不理我了。不能断血了吧？又断血，又断。他一定没断血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但是路上，那死会不会算？嗯嗯。带什么技能？看一下。不公开。地雷炸他了呀！我也带了呀，这个。这个不像阿甲，阿甲会怕，珊珊不会怕，炸！阿甲会怕地雷，那是阿甲完全不想踹，好不好？对啊，我就不相信怕地雷哦。啊啊，珊珊会踹啊，那就带啊。我就不相信那个比赛没人要带盐水，有人又不带道具啊，没关系呀、啊。没关系哦，没关系啊，也凶六九。是，没事，我跑机油带就好了。小屋，右上，右上，小屋右上 ，OK。嗨，好，右上，右上，太，我带的三角头，三角头来了，他贼冲啊！他没有开酒，他没开酒，他没开酒，就是他先踹门，他踹门，他破门，他破门，没有，走外面，走外面，走外面。你追我、啊，没追我、啊，我被追，我被追，被追是不是？我去右上，我直接修右上，右上山坡，够够。我在右上，六右上。三修。右上三修。我看，哦，起来。那我先塞哦，我先塞。而且我们去上面了。上攻，上攻。好啊。我带户外手，我知道。先塞。
没有是不是？有天山有。过去了。没有，他在正中间，看到我了，正中了，一个人要去救。我去救。但他都转得过来，好狠。超难救的，我应该救得到。他，我是受老东西。他回手。还可以打头，你从这边救吧。我打头。哦，快修完。继续修那个。我也想看你在哪里，你在后面。你救我，救我，兄弟。救完直接继续修。我在左下溜。你要去修的太慢。修开了，那我踩到了。他这样送哪吧？肯定又要送进来。应该踩。他不一定耶，我看一下。硬打。他毕竟有存在过。我要回右下哦。我回不了右下，我在正下。我们在右中，这应该右中。右中我两个。回左上。野兽，你等他修完这台继续修。可以，继续找支持。你也找支持，等一下。这边就有一颗，你刚好看到了。我倒了。好，听到。没倒，右下右下。大屋里面的板被我放掉。哦，天哪！哎，不论你多少，你去修。六层，那个是天灾，你要放吗？好 ，OK， 我上六层。上钩。好的，我看不到他在往哪里。他在大屋，他往那个左上的，他是左上的，好像。我上过去了，我可以救。他过去了，不对。哦。你可以走，我帮你补。你可以在那边，好像有关系。我可以去有吗？可以啊，你看我闪到了。好啊，这大兵怎么这么久？我在下正下，我在正下。他好像会，我去左上帮你补，去左上帮你。叫他大兵开始牛，嘿。好呀。我在牛，我走，你可以收正上，他要踹地雷，没有，他没踹，我往右走，我往小窝右上，野熊你要救，我左上开的救，你开的救，他知道你要救哦，你不能开啊，那边不能开，他现在要去回手打你救人，他太坏了，我救的。那边要扣着，不能给自己。OK， 我知道，下一次 OK。他找你哦。我大屋继续求。我拉左上。可以自己去图腾补血。我没有补，还有那个痛苦症。大屋，我们大屋装修。大屋在正上。正上有心跳。这没拆过。叔叔，你觉得他太靠近你就躲是吗？哎，抱歉，完了，你躲下，你躲下。我被看到了。哇！快点！我帮你补那台好了。那台多少？那台。70，但他好像走不掉。那我直接没追，我跟丢四爷。他好像回去了，我不太确定。
我要死了。手下收一台新的。干啥？正上跟左下修，正上他去哪没弄？你要弄？我在正上，哦，躲下好了。就是要卖挂，可以说他，你可以观察一下布布，你在中，你可以在中靠中间的地方看一下。不要放手，这个不贴在。啊，上钩 ，OK OK。你可以看一下动向。对 OK。他如果要往中间，他可能往中间吗？没有没有，他到这边。他要守的话，就来左下跟我说。没没，他要我倒走了。没心跳了，没心跳了，钩子这边。Hello， 医生急救。他来我这台了。你们要直接拼那台吗？有追吗？左下高进。直接那个，直接修，你们修，你们修。好。要打奖。不会。我拉去右中，我拉去右中。他早上上去了，你们两个上去了，是有点危，我走不掉。哎，还是这啊？扭，好像没扭掉。又开吗？我说的龙果这才八成。看我，看我。大你们那台吧，你这样被看到、他有看到野熊哦，他是追野熊哦，他们在右边。你听吧，我今天我还是得练，要亮亮亮，一定要亮。来了。好像门有点难。我要摸去救人，赶紧摸野熊。观察他的动作，我还没看到。在我这，在山坡，在我这边山坡。哇，他往前面那个门，上山坡。山坡上看哦。应该被看到了。被看到了。刚放手了。放吧。能放手。我那边也开不了门啊，我救不了也开不了门啊。没有啊，你就一样是赌地道局的、我有点不想赌地道。我那边会建议你直接让两队自杀。我知道啊，正常就是那样啊，正常是那样、但我就是说还。不然就是，不然就是第三个方式。打我一定是不救啊。我是觉得还有第三个方式啦，就是说，你先把 Blue 放死。不如先放手嘛。可是他那边要看，他那边要站在山坡上守那个路口，就不大，就不了。就不了。没有，就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不如那边先放手，对不对？之后野熊先不要放，那鬼是会认为你已经在开门。哦。你就要跟他赌啊。可是他那边好像看得到，我不确定他看得到哪几个。另外一个门看不到。但是他知道我在左下，他知道我是亮机的地方，所以他就看着左小屋左边那个门，对不对？他就站在山坡上，就知道我有没有过去开门啊？是没错的，所以开不了。那如果最后还是开不了，那就直接放生那两个了。对啊，我知道啊，打稳是那样，但刚刚是反正就打打看。嗯，没有，我就讲一下。继续吧。图，
兔野熊。哦，好的。阿叔叔，你下次听到他要去你那边遛，你就提前躲。好。因为他遛的时候不一定会听到，不一定会听到你在哪里去。我哎，叔叔刚刚有讲他在哪里是不是？他有啊，有啊。我其实自己有问题，我也没有听到你要来这里，我只是跳心跳的时候，哎，跟他来了。讲，然后你跳心跳，因为有时候遛鬼就真的没听不出来，哎，你就直接你就听到心跳，你就直接躲。二卦的话啦，一卦也可以躲了，但二卦一定要躲。啊，没听到，尴尬。警员太多，那边如果没警员就两逃吧。两逃啊，那边没警员两、啊。没有，最后野熊在那边想要等什么、啊？你跟我讲了。看你最后那边要等什么？你在小路那边。嗯，等什么？对啊，你怎么跑？你怎么在那边站着不动？最后不如被挂那边了。不知道，打在当地。哦，好吧。应该是往下走好一点啦。以状况来说的话，就是你看你要去跟龙国会合啊，之后交换修机或者是啊，不要吧。什么时候？记得带道具。嘿嘿。带道具，所以是什么图？家宅。不要讲，家宅。嗯，破坏手。我真的觉得不用带。我觉得不用带，对啊，他带收集皮刀你就扛着。我是忘记换，所以没办法，我就只能用了，非常。那边有个大心脏，好像就不一样的景区了。哈我的梦想。蔡哥也是梦想啊，差不多。蔡哥。都不叫梦想，叫搞耍。差不多。那个蔡哥。想一下，有什么技能好用的？没有，那个你可以预判对，那你代表你很猛。嗯、你预判不对，你只是在搞笑的。那就把地雷换闪光弹看看，出其不意。别吧。哎，比赛不会想到有人要救吧？比赛有人不会想到要救吧？没有，我是说在附近的话才会想要救。如果没有在附近，我不会一直想要救。是不会啦，但是出其不意。可以啊，我是没有意见啊。只是几率很小啦，我必须讲。是在附近啊，就是在附近啊。他刚刚也不踹击我，地雷炸不到啊。哇。就不踹了。带带啊！如果你如果说你要一个左边闪光灯，一个右边闪光灯，那确实是可以下来的。我没有要这样搞的，你也要搞到这样，就是在附近的，在附近有人在追，就是可能像刚刚野熊带到上面，然后我如果在叔叔那个位置，我就会尝试救救。可以啊，可以、啊。那种情况，你可以试看看。仅限于那种情况。可以试啦，你们都试看看啊！根本不会有人想到，谁比赛那边丢闪光弹？
所以开始了吗？开始啊。哦，那赵总我们上去吧。小屋右上，你在正下。右下。没有风。左下，左下。右下一根图腾，在钩子旁。好，那我去种。医生，医生，他进大屋。我要被电了。我也是。嗯，听到了。他去右下。他找我，没有找。他来右下吗？嗯。我找你哦，布鲁。哦，鞋为什么会找我、啊？我修左中。我找你。因为我刚刚在这边右下叫了。对不起。好哦。我死在右下了。那我没有玩过耶，我不太知道那个配件耶，那个旗子红色的。哇，后果了，后果会电到，会电到自己。不是哦。好，我走下去。哦哟，躲柜子没被电到，还跑来找我怎样？因为我右下，我在右下被电到了。好。我来不及躲，就跟上次你吓到乌鸦也准备找到一样。刚刚死，两个都没死，那我骗你。你摸靠吧，你摸靠。他要走大屋后面，看不到了。大电，我被电了。你电到我。那可能我要不是救他，我上吧。我会，他这样知道你们的位置，那他要走。他去找你们吗？对对对，好，我他们在左上，左上。我救我救我救！我跑过去修左下。你在打？哎，没有，我在左中六。天平哦。对，天平。我右下修。我左下修。我倒了。他们不是在？我左中两台，我看到就只有开一台了，开一台。没关系。我这边慢靠，我这边慢靠，我这边慢慢靠就，因为他尽量在天平前坐下。你们就先说。他往后面走。他在正中，他在正中。OK。他没看。他要电到我了，我直接冲小屋。那个左，你们有可能要来补救。左下补救，左下补救，左下过来。对，他来找我。有可能要救，没有，他在追，在左下，他在追左下。在左下，他声响很大。在左下，他跟小我小过来吧，小过来吧。那我就来了，我来，我救，跟你说。哇，这样还是要吃天饼，差一点。我会直接去抢了不？哎，我活了。左下哦，左下哦。哦。等一下，我正上会先死。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没事。有图腾可以跟我说。我要去右下，可以吗？右下有人吗？哦，你来好了，我可以了。他可能没追，可能没追，我不知道。跟丢，跟丢。啊，我去了，他要去左下了，他去左下了。你说你那边有图腾吗？我看一下，好像没有。你为什么要跑那么远？他在大屋后，大屋后看到我。你不用跑那么远，不是？我们在右下，我们在右下。你说你为什么跑那么远，不是？他们，你确定他们在下面就不用？正上方说，我死了，我死了，我在垂死挣扎。倒倒倒！左下跟右下都上钩。好，我突然中招，他还在右下，他还在右下。右下踹击，这边慢一点哦，然后往右下踹板。
然后可能往大屋，大屋对大屋看不到了。大屋有踹门。左下、哦，应该会去左下、哦。发电，没电到，没电到。野兽你在哪？我在左左中。我上去。他在左下。那我靠左，慢慢。爆炸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可是我还是来不及。我要慢一点。你再慢一点。我上谁救？谁救？好，那我补左下。他等下可能会回来守。谁救？他踹左下吧。我这边吃天平可能会回。回去了。我听到他鼻孔声，我看到他鼻孔的声音。我不知道在哪，我不知道在哪。在大屋里面，大屋里面。现在在大屋，他往左下哦，在大屋里往左下。右下你补，我现在吃天平。他追我，我继续带右下，我打头。那我走吧，你别打头，往上走，打头往上走。我去下面。不是不是，我走不了，我走不了。你可以直接往上拿，如果觉得不行。他不抬。他找我，他想要摊，他想要摊天平。但他应该也知道。没有，回去。他找我，他找我，左下。不过你先继续。好吧。我这边资瑞六十七十。我这边瑞人，可是我会电到。自己打往上走。我救起来了，拉起来了。拉起来了，他回去了，可能回去了。他回了。我往上。没有吧。我回大屋，他在打我。他心跳很小，他在那个大殿放大，。欸、他追我。他追我。然后我补左下，欸、未来。不可能啊！我先去右这个。你要去一。我右上补状态。其实可以打慢一点啊，不急着修。往左上。看不到。没，他现在左下。野兽，你走。还要往左下啊，往左下啊！我觉得可以补满血再回去打就好了。对啊，我是扣九九。我会直接往小屋带哦。别拉你，他追我。往左上。啊，你随便拉，往上都可以。往上，我往上带。不用修，先补血，现在先。我补不了，你们说左上是吗？没有，他会待在大屋，他会。他追小野熊了。他去右下。他回大屋了。哦，追野熊，他追野熊。要先补养野熊，慢慢来。爆冲！你走。帮你打。OK。他有大电。那你感觉你还是要破那个板嘞、欸？欸、他转回去了。哇！没看到。我在修左下。我等一下秒救哦。我不吃天平。他往下带哦。他在两品哦，他在两品。对，我会直接，我会直接蹭哦。他看到我，我把他往上带，他想要上我一刀。我在救。你们先修，左下再修。回去了，往下。我直接蹭哦。嗯，他要追我。没烧天平，你直接往上走，直接往上走。左下八成。在中间追我。他们在左中。野熊，那个左上柜子前面，就是那个很短的板子，那个前面有东西。我在补血。我往上拉。好。哎、欸，他往回大屋，他回大屋，他不追我。他回大屋了。注意小心哦、喔。好。现在没有连哦，左中一台，右中一台。他进去，往左下。没连，现在沒連。他在左，对，左下，他看到我了。你们先补血。
我这边可能你要往右下吗？对，我只能这样哎、欸，尤其都没资源了，我跑不掉，我转不掉了。你要回来大屋吗？我要倒了，我要倒了。那我说大屋，因为到地下室我不敢倒在那里。好，上钩上钩。我在大屋，他往右中右中的方向。在修，我在修。右中修，左中修。跌到我了，右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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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都往上带。回头。回左。别下了，往下。回大屋。我知道。没有，他又回头了，他又回头，他往右中。回右中。那我救了。他在中间，他在正中，他往左，往左中。你们先修，他可能会想回来找。我可以直奔右上吗？他在左中哦，现在。他们在左上哦，他们现在在左上哦。我还有龙爪。我是龙爪，他在追我。他说我帮你挡，这边我帮你挡，我打头，反正都要死一个。好，那可以。来。完了，挡不到。我再买下。剩下三千。他来正向，追我正向。我补两体，他是不是补下那火？我中。我会直接上去哦。我补左中。哦，对哦，我忘记有天平了，加油。第二次，修吧。我拉完状态就过去左中。我不知道他去哪，我看不到。他在大屋前，往右中来了。要我救吗？你要救，你可能要救。我看不到，你们要自己看。他回头了，我直接吃龙爪，不要追我。他没有追哦，他我去右下，右下看机。其实也可以直接拼翻机，他在如果在我这的话，电到。回大屋，妈没有来。好。哦、他算距离，他回头，他去大屋了，去大屋了。他不理我。好。人拼机。我快开了，这台快开了，这台快开了。那边会倒。那你地球。有爆发。快倒说，解说你要倒。倒。没倒，没倒，没倒。没。这台有踹过。好像没有。可能会倒。倒。可能会倒。手中六层，上钩，每天在。好，要不先补？我直接往上哦，他应该来左中那台，左中八层。对，大电，没电到我，追你吗？没有，他没追我，正上，他去左中，他是左中。我正常补血，补血。先出一下脑袋。哎，正常找我，你抽左中，你抽左中。OK， 我去了。我倒了。爆发还好了。很快，我有说，不是我说他爆发应该还没好，才刚炸吗？我想说，会这么快？你不知道吧？哈哈哈哈哈！
满了。我，哎，等我那好了，那个，你在。来喽，在左中。好。捞起来你会被电了。好，不用拉起来，会被电了。噔噔噔。你去修左中吗？他追我。他追你。那我等下去修。我可能会，你要来走中吗？他没追我了。没追。他追你哦。追我。阿电。我被电到。还来不及。他找我。我知道，那個、我三阶了。凉亭，没事，你先忍，等一下。好了。好像修不了了，那还要退吧？还是你还要塞地雷是不是、啊？噔噔噔噔！我才没有，我才五层，然后还没有。啊，你想到了？我就要扎一次啊，这没扎到他不爽。闪光弹呀！我要死了，我被他骗了一下。他要大电哦，感觉快要大电了。好、欸，大电啊！啊，完蛋了呀！你也补不了，死定了！哎，我觉得好。中间你们好乱，没有很乱，就野熊应该补满血再回去修就好了。对啊，是这样而已。对啊，野熊那边要补满血。有啊，有，当然有讲啊。后来只是野熊，因为他都待在，他很确定他要手下那个大屋那边了，所以那边你就拉上去，他就不会追你了。对啊，啊，怎么到最后有啊，还是就是野熊好像怕说他拉到上面还会继续追，那个时候是这样。哦，不过、啊、他那边就确定要守了、啊，那你就直接拿上目标了，就打二二就好，然后两个互相掩护啊，然后慢慢走就好了。对啊，就不慢，套路很清晰啊，都熄啦。对啊，前面叔叔溜的不错哦、啊，叔叔跟鬼一样哎、欸。对啊，后面补路也溜得很好。补路跟鬼一样哎、欸。没，叔叔大屋那个双窗跟鬼一样，真的。多什么卡、啊？再来一局。可是我哎、欸，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哎、欸，但我忘记了。嗯，可以让我回想一下吗？我有一个问题哎、欸。嗯。我那里打通那个思路是对的吗？打通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 OK 啊，你可以帮挡、啊。因为一样的意思啊。只是没挡到。那没关系。哪一个打通？就是他，就中间有一波野熊，他有一刀状态。对啊，讲到啊，你讲到这个我才想到了。哦，野熊，你那个中间不是古路帮你挡吗？你就直走就好了，你就要相信你队友，你不要在那里一直看后面，你一直撞墙。不然你过板也可以啊，过板我板卡住那个板，他走不进去啊。对啊，对啊。你对不对？就是你其实也可以挡大屋啦，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要闪光弹，我闪光弹捏着了。想说你倒大屋，我就
就当按里面当，我就不了。就是你就直接进入那唯一的那个通道，他过不来，他必须砍我，他不砍我要闹的话，我原本是想说我要走守小屋那个门，但我不知道怎么折回去，我不知道怎么做出一个很迷的操作。没有啊，你那边中间不是有一个板吗？那个写凉亭旁边，哦，你怎么不要？我那边没看到板的，没注意到。你那边，那你也可以绕凉亭那边啊，鬼也追不到你。上厕所，我会帮你砍他，老死。对啊，不如一定是帮你砍啊。你那边太亏了，你那边真的太亏了。再收一张吧。警察局，真假的？警察局，好，跟他讲。警察局是哪一侧啊？牙齿有吗？有啊有啊，两栋有东西。天哪，真假？东西，好像是洗，对，洗洗洗，一洗。洗。继续是什么？继续是图书馆的。警察局没电过。警局吗？对啊，警局。哎，西区。西区。长怎样？我忘记了。不老桶，这个地雷一定要带好带满。不行，我真的这张哎，这张真的也是哎。我要、要不要那个七金？很稳的。哦，你们不觉得大屋那个窗真的是太靠北了？那把开得很好。哦，那把大屋那个窗真的开太好，三连窗了。我跟你讲，其实我一直都从来不溜家宅大屋的。可是刚才你找哪？没有，那是可能他开的好。可是我就是平常都没有在溜，所以我不知道那样是开的好。哦，那样是开的太好了。你可以整个绕他一圈哦。那个是真的可以，每个人都绕他一圈哦。只要他没有被。应该是说，只要我们没被他骗到的话，都可以溜一圈。嗯，都换了吗？我准备了。不换了。OK。我喜欢警局哦，可是不喜欢西侧，而且比赛不想要打警局哦，白痴哦。赢鬼喽，我感觉。野兄，你开直播我看。你们赢鬼喽。开吧。好，我看一个就好了，我比赛也只能看一个。你比赛有切换吗？没办法，我后面想一想，没办法，因为他们也要开台啊。Blue 会开台吧？我会开，那不一定呢。龙果会开吗？那如果你们希望比赛不要开，可以不要开。啊，没差。我啦，我可以。我是没差，反正我是没差。我会上 YT， 等等，正好上 YT。你们这张老爸就直接讲局部吗？我的右边。你的右边是东山行程，东侧。东侧是右边。大门看看左边啊。还是我先照我这边。又是一层大厅大厅大厅。啊！追我追我。在大厅，大心跳会那个右边二楼那个什么教室，那个什么室啊？那个很多那个对雕像那个教室，对，真的。都雕像室吗？对，那个二楼右边二楼。哦，在右边一楼。我在东侧。哦，你在好，那我回西侧。我回西侧。没事，你随便溜。还在大厅，我等下会跑。还在大厅。随便溜，你再来就跑就好了。等我先跑。帮我挡球，我在右二球，应该是其实我两个控制在里面。野熊这里是东侧，我知道是右二啦，右二啦。那我不知道在那个图书馆外面修。在西侧，我在西侧、哦。你可以拉到西侧。不追，丢视野。他不上头。我不确定。他学过来了。没追。因为追太久了，他不肯上头了。不是啊。上一次来我那个来我图书馆外面那台好、啊、拉西不知道不知道在哪东这边会电一下哦拉西来了我跑下楼好他追你哦所以哦 fuck you 要美龙果 fuck you
那答案是左边。嗯，同一套技能呀。好，给他修左边了，修汽车。刀。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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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修中间。爆发。还。我会被挂大厅了，小心大厅了，小心上钩上钩。我就去修那个图书馆外面哦，被炸到了。然后我等一下可以下去救人。你、欸、是不是龙爪、啊？他这么低也要出来？大殿。他图书馆、啊那個、图书馆外面。楼上。他进去了。图书馆外面。来图书馆找我，来图书馆找我。救！可以救。谁救？我打跑动车哦。没追哦，没追哦，没追哦，应该会下去了。应该在美术室。天降斩法。不是美术室那个，对。睡不动。拉灯，大厅有人救，好呀，工作，我在补图书馆。如果看能不能修大厅，嘿，你大厅吸他，然后就不会来图书馆了。他来了，他来了，没啊。